棒是完全不知道的，有啊，好恶心。表演的时候啊，能在一起多久？两个礼拜吧。欢迎收看波波接地气，指甲油常常是女生展现心机的秘密武器。今天我们就要上架来考考路人们，能不能从女生指甲油的颜色就看出她们的个性跟星座，走吧。就女生擦指甲油，性感。我对颜色不要太多什么图案啊花纹，就是我觉得女生是一定会很喜欢的，颜色很衬肤色就很好看。其实我以前就是高中是那种热音社，那我们就是流行班，对，超羞耻，就是 rocker 还是什么娜之类的。所以你是有涂过的？有这种事完全不知道，有啊，好恶心。就是表演的时候啊，这是一个很美观的设计，看到那种很脏的就觉得不行接受。还有擦过你不能理解的颜色，我们还。没擦过，你们在一起多久？两个礼拜吧。处女，不是，是我跟你讲，我觉得这是射手座，他想干嘛就干嘛。我跟你讲，而且他擦的非常的阳春啊，我觉得可能母羊，母羊或射手火象的，涂的不整齐哎，这边不要收起来，他直接收起来，不可以看，因为感觉是保守，因为都是这种暗色，就摩羯涂的大红大紫，我觉得他一定是火象星座，个性比较活泼一点，水瓶，他是你刚刚第一个讲。处女，对，他只有处女座的脸，好不好？处女座做事不是很细心吗？这个感觉是摩羯座，我觉得不太会配色。我觉得这个很好看，但是这个会蛮好看的。摩羯或水瓶，然后感觉这个就是会跟风，然后看到别人擦很漂亮，然后擦自己不管漂不漂亮那种。应该比较偏向风象星座，因为灰色这个色泽其实是比较。想要低调一点，嗯、对，但他又不甘于低调。对，然后最后两指印要擦一个粉红，这样子，这种低调奢华的感觉。这个很少女，我觉得他是比较活泼那种。射手座吗？射手吗？好，不对。好，他也是处女。啊，他也是处女。不好意思，会不会是同一个人的左右手啊？对啊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他使用的是比较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，比较梦幻一点啊，比较梦幻一点。科幻这样子，这个还比较漂亮。对啊，这个。金牛座，为什么是金牛座？因为是你会想擦的这种，这个蛮好看的哎、欸，对，这个很美。他体虚，他手超冰的，他在这里站三天了吗？双鱼，我觉得有什么浪漫吗？辛苦你了，双鱼会巨蟹吗？比较浪漫的星座吧，就是双鱼好了。好，你答对了，双鱼，你等一下可以跟他配对。这个好看哎、欸。我喜欢蓝色的，他自己配的。我猜是周星驰。周星驰，你要周星驰。天蝎。我刚才在想天蝎，有一种神秘的感觉。记仇感，那你刚刚猜一个不一样。双子。那摩羯好了。摩羯吗？你是不是猜了很多个摩羯？撩到了吗？撩到了。撩到了。就那种辣妹型。有一点。辣妹运动型。啊，射手座吗？你答对了，有很多朋友是那种活泼射手座的。哦，射手会擦这种颜色，就是有那种爱玩啊，就是活泼啊，外向。我觉得这个最好看的，这个颜色，这颜色很可爱，我也喜欢这种，这个配色最好看。金牛吧，金牛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金牛啊，啊好难，这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这还蛮流行这种韩系配色，文青喜欢看那种我看不懂的那种国片，阿拉斯加之死那种，你有看过？你有在看过这部吗？没有，不要去看。金牛座，因为我很多女生朋友就是金牛座，女生朋友都是那种个性，都是这样，文青型，颜色蛮好看的。对，这个看起来蛮舒服。这个配色就是现在很流行。双鱼，我觉得它是比较有比较质地比较深的感觉。所以我可能也会猜它是土象。土象的有什么？有巨蟹，有猜金牛好了。巨蟹好了。好，这个是摩羯。你不是没猜摩羯，猜到现在没猜中了。摩羯座长这样。好，猜错。哦，他是摩羯。你是摩羯？对，你猜对吗？你配对成功。好，我们现在请这位选手出来，你要帮他擦指甲油，在哪里？男。嗨，对，他是男生，他的手，你看起来完全看不出来，今天还没有人发现。对啊，我没有看过男生的手这么漂亮，而且你的指甲留得很漂亮，其实是很紧张哦。哇，
可以接受它有点艺术感吗？有，我觉得蛮有艺术感。那我就尽情挥洒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请刚猜对的双鱼出来跟你们小互动。我吓到，我大叔体型不会那么奇葩。体型。男生很漂亮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手好漂亮哦、喔！他是里面唯一一个男生。对啊，他手直接比我白白好几阶。他手超白的，超漂亮的。而且这有颜色蛮不容易洗的。那我们射手座的小朋友可以出来。嗨。怎么样？有像有像我差一点。那个第一眼有电到吗？有啊，眼睛很漂亮。硬要突然变黑男，脸好难哦。是要练真的挂毛笔那种。他超抖。他超抖，你会不小心画到口水流下来。有时候太专心做一件事。那今天涂完这个 UNT 的指甲油，你的心得是什么？我觉得它蛮好涂。嗯。就是它颜色很薄，蛮明显。就是很均匀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它不会有，就是我之前涂过别的，它是会有点卡卡一坨在旁边，然后你就会觉得怪怪的。很均匀，然后它干的速度也蛮快。哦，多久就干了？就大概几分钟而已。几分钟就等一下。就两层就干。我觉得它颜色很饱和，而且再加上说我擦的时间其实没有很久，它就干掉了。以前已经用掉两瓶了。啊，这忠实用户这样子。对。然后我觉得就是像他们家的指甲油刷起来是蛮好刷的。指甲的后续维护也很重要哦，不用担心指甲的纹路和凹痕，一擦上去马上变得光滑平整。使用完保护胶就能让你拥有像光疗一样的持久亮泽效果哦。从上色到最后保养都交给 UNT。现在就搜寻 UNT 或到全台屈臣氏、宝雅一起买起来吧。